个乱入境的小妹妹，长得好漂亮。由深圳飞乌鲁木齐大概需要6个钟嘅时间。我哋头先系酒店 check in 完，而家出嚟搵嘢食。好好吃哦，这应该是羊肉吧？这里有个乱入境的小妹妹，长得好漂亮。她说她会讲汉语，但是一直问她问题，她都不会回答。可能不知道是怕生还是汉语学的不好。我觉得不知道哪个部位有点骚哎。那种羊骚味，但我还能接受。这个没有，这个是羊吗？这好吃，羊腰子。这好脆哦，好好吃。它不会很辣，撒满了孜然。金针菇好可爱，外面有那个豆皮包着，超可爱。它一直黏着我，然后它搬了一张凳子在拿手机过来玩。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们都有手机，只有它没有，我抢了它爸妈手机。是你吗？这个是我的弟弟。弟弟，真的假的？终于听到他讲汉语了。总的来说，这间烧烤店味道挺好的，但是就是很咸，总体就是偏咸。然后刚刚吃了一个非常非常骚的羊肉，现在骚到我意犹未尽，整个嘴巴都是那种骚味。我们现在打算去那个国际大巴扎。现在几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钟，虽然新疆也是走北京时间，但是他们真正意义上会比北京时间慢2个小时，所以现在实际上是新疆的6点钟。我们查了时间，今天日落的时间是9点半。九点半，那完了，这里的白天好长。对哦。Like I'm living on a Ferris wheel, torn between the fiction and what is real. Oh, 我发现一家店，看到了超级好看的各种毯子，这个圆形的可以放在榻榻米的凳子上，这个也好好看哦。这个感觉是放在床边脚下。妈呀，这么小，我都不知道放哪里了。杯垫。不是吧，放桌上。放桌上哦，差不多放桌上。这个多少？20。你不是想买中的吗？那这种中等的呢？这种。这里有好吃又好玩的冰淇淋表演，是一款纯手工、纯鲜奶，并且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冰淇淋，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和体验。那现在购买呢，不需要排队，现在大家来体验我们这个抖音同款的网红冰淇淋，欢迎大家。Thank you.
票就可以了。现在购买不需要排队，后面没有人在等位，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到我这边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来到新疆网红大巴扎拉肠冰淇淋。那我们的冰淇淋呢，是一款全口感好特别哦，说不出好吃，但是它是那种有点嚼劲那种冰淇淋，还不错吧，但是它没有很浓郁的味道，好可爱的口感，跟我们平常吃的都不一样，用尽毕生的表演心血换来的冰淇淋。我们刚刚叫了一个这个酸奶粽子，他说是和田美，你要跟酸奶一起挖到底，表面是一些粽子这个米，然后下面有一点酸奶，很神奇的是它下面是有点热的耶，就不是我们以为是冰的，但是它居然是暖的，还有蜂蜜和椰果，尝一下。不喜欢吗？有点酒味，还是红枣味，我觉得还好吧，就是酸奶上面放一点糯米，然后它那个蜂蜜可能我猜是有一些，哦，那可能是我没有很喜欢蜂蜜，那你多吃点，我想吃酸奶而已。哇，烫死我了，里面超级无敌烫，然后它的皮是很脆的，应该是烤的很脆，然后里面有一些肉馅跟青椒，我尝一口啊。哇，好烫啊，上火，里面是羊肉，好像不羊肉味，会膻吗？有一点点，它要膻啊，我一直都骚，羊骚味，然后它的皮是烤得很脆很脆，超硬的，怎么能掰的？要不要吃别的？跟饼干一样脆。然后我们叫了一份豆腐，它是脆脆的，它酱还不错，但是豆腐没有味道，酱只有味道，香豆腐，香豆腐不是臭豆腐，这好香，有点孜然味，哦。我们现在回到了酒店，在乌鲁木齐的第一天就圆满结束了。那没有来乌鲁木齐之前，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城市，但是来了之后却发现其实它跟普通的大城市像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打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跟我们说这边在实行一个维吾尔族同化的政策，具体内容大概就是如果维吾尔族男人娶了一个汉族的媳妇，那政府会免费送他们一套房子，而且会把他们的孩子一直养到18岁为止。明天一早8点我们就会离开乌鲁木齐，然后我们要去喀纳斯进行一个环线的游玩。那现在我要洗洗睡了，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俾 like 和 subscribe 个 channel 啦。